讲返呢个黄金周，注定应该冇人后，初步定咗自己开台电机出去兜一兜，偶遇一下有冇靓女屋企坏咗水龙头，需要我去上楼服务帮忙同佢收一收。讲起维修水龙头，真係可遇不可求，呢个机率低于平时所讲食屎食着豆，千祈咪话我戆鸠，睇好你家女朋友，放假之前尽快检查屋企所有啲水喉，预防全身湿透，又要发愁俾爱人绿透，又话终于忍受够，去搵最高嗰层楼，堂仔喺度讲笑，各位老板千祈唔好嬲，幸福快乐伴随所有朋友，一直到最后。